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，我相信时段，咱即马第二段倒转来，又按甲咱平安产生败吼，咱啊，搁继续咱来讲着讲啊，这个国防啊，对咱台湾，对咱2300万的人的这个生命财产的诶，这个相关的代志，遐尔直接的代志安尼，吼啊，咱今仔日咱人民哦，拢讲干那讲头咧咧，伊在做，做有做咩伊在做，做做呢，税金你哦，你点点啦，税金。立不立比较重要啦，你若无立着，你就要去对拢甲你，拢甲你扩起来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唔知讲税金立不立了，咱是唔是会当得到这个平安，有这个安全安尼？哦，咱拢唔知安尼。哦，咱即卖继续，咱搁甲啊先拜，咱搁来讨论即块讲，咱台湾的国防危机嘿。嗯，好啊，拄只我就有讲到这个讲吼，哦，这个，就是讲哦，民进党要蔡英文总统嘛，到今日为止啊，嘛是完全无什么对策啦，提袂出，看伊提袂出什么物件出来。对策啦，对策啦，伊干那讲，我都善意啦吼，我善意啦，啊，无要甲你。无要甲你政府大陆挑战啦，哦，伊安讲安尼。这唔，拜托诶，这唔是要甲你挑战，唔挑战，你是要用啥来甲人挑战啦？请教一下啦，你是用啥来甲人挑战？哈，迄实在有影，迄有啥？我感觉吼，讲着讲咱台湾人选出来总统哦，有啥讲话哦，比奥巴马佫较不如，有影呢？比蔡奇亚奥巴马佫较不如呢？伊是讲。好、哦、啊！一直寄望讲中国大陆啊，哦，卖过安尼吼，卖过安尼拢，吼，卖行在家己恐吓，哎呀，卖过讲全拢，哦，无两岸无要来交往啦，吼、哦，啊嘛，莫变讲敌人啦，哦，干那讲这啊，啊这未解决问题嘛，你讲这拢无落解决问题嘛，哦，因为这个台湾是那方面的问题是啊，是会抬起来呢，这不是恶讲的，不是讲凊彩讲讲的呢，要真正会抬呢，哦，这个抬不是咱不是随便讲的。我常常啦，听到伊在讲哦，咱拢事出善意，要等他们回应，要笑死人，迄样呢就不是中国人啊啦。你敢无施出善意？施出迄个马英九的时阵，迄八年内底，强要规个拢下过去啊！啊，伊敢有讲无要封杀你？伊照常甲你封杀啦，外交封杀，文化侵略，啊，甲这个军事的这个领空甲海域，拢照常在甲你侵略。啊，你讲要施出善意，我想笑死人！拢讲迄落无底无实的话。因为这个。因为你这啦，你跟人讲往，人讲空嘴薄舌啊，哦，啊你讲这话啊，我都救2300万人啦，这是不可能。你不要台湾卖做战场，这嘛不可能啦，哦，这个因为这个骨头里头嘞，这个骨头里头哪里啦？因为你知啊，你今日蔡英文总统是啊，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嘞，不是其他党的蔡英文总统嘞，咱大家拢了解啊，民进党的党纲内底啊，伊公开讲哦，讲台湾啊，是啊，台湾独立是民进党的独立党纲哦，就是讲民众执政就是台湾独立嘛。虽然名无叫台湾独立吧，但是其实上伊就是已经就是讲。台湾正式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独立体啊！啊，这个意思刚刚讲了啥？就是讲台湾海峡两边啊，在蔡英文总统在当年的当当啊，变成啥？海峡两边啊，一边一国啦，变成两国啦。
哦，即、這个这是迄啰李登辉开始的，都讲较紧啊。哦，无啊，即马这是古早、嗯，啊，我即马咧讲意思重点咧，嗯，就是讲自你蔡英文总统就任以后，嗯，实际上你推动的政策的路线就是台湾独立国嘛，哦，名唔是叫做台湾独立国啊，名是挂中华民国啊，啊，其实你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嘛。独立的实体嘛，哦，这是蔡英文，你嘴安那讲，人拢无落相信讲你唔是独，你唔是台湾独立国，唔是，无人会相信。哦，这款，这是因为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啊，你党主席执政的时阵，当然你要推动你的党的政策嘛。嗯。哦，啊，今日你所做的就是行这条路嘛，啊，这条路呢，就是必然。两岸已经爱开战嘛，这是时间的问题了嘛，这是时间的问题啦。所以啊，因为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的台民进党这个台湾独立这状况啊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哦。这不是讲，这是讲你这个民进党这代理的党，敢不是提调伊啊？无，啊提调伊嘛是用中华民国这个名，用台湾中华民国。独立的政治体啊，嗯，哦，伊提了来讲，但是伊个北来嘛是台湾独立嘛，嗯，啊名是挂中华民国这个名，嗯，哦，啊其实伊嘛是这个人啊，嘛是种，哦啊，这个严重性就伫遮啦。啊，不过你若讲台湾，你本来你就是一个。迄落独立的政治实体，因为咱也无纳税金互中国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也无靠伊生活，啊，伊也毋捌拨啥物经费互咱，也是安怎咱甲伊牵起来嘛，吼、哦、啊，着经过一个海峡，吼、哦、啊，无迄落本来着足够甲进度，拢咱毋是靠伊生存嘛，迄是伊干阿要一干阿要侵占你，要来侵占，讲咱是伊的安尼吼。啊，若是伊个，伊早就好提起啊。但是起码你讲独立唔独立，伊就人讲独立，就要来甲你拍。啊，咱若无讲独立，讲好啊，我要独立啊，好啊，记载你来拍，是毋是安尼？叫是毋是要安尼？无，毋是这，我讲吼，这个伊重点啥？因为你蔡英文总统是2300万人推选出来的一个代表啊。对。吼、哦嗯。啊，但是蔡英文总统是民进党的党主席啊。嗯。啊，民进党的党工重点就是讲。台湾独立做一个伊的路线，基本路线嘛。嗯。哦，这个全世界拢清楚的。嗯。所以对，譬如讲伊顶回，哦顶回去这个啦，巴拿马出席迄个运河咧开通的时阵，对。伊签名面顶，伊咧签名面顶就讲、台湾总统蔡英文啊。嘿，啊，佫加一个，后壁佫加一个画蛇添足，佫加一个鳌戏。哦，对哦，哦啊，但是。伊无讲，伊是啥物总统啊？伊是台湾国的总统蔡英文啊！哦，这签名，这是全世界大家拢知影。对啦，对啦。哦，这属实的代志啊！嗯。哦，阿妈啊，过来，这个美国总统还袂就任以前，伊嘛叫台湾，伊嘛电话敲蔡英文，伊讲伊台湾总统蔡英文啊！嗯。哦，这是全世界大家拢了解的代志。对。啊！你这种、你这种身份，你这种政党，所处理的代志，必然两岸一定会相冲、相见嘛，这一定的嘛。因为你就是讲，就是讲已经摆明嘛，摆明你就是讲两个国嘛，这已经两个国啊，哦，这是所有了解国际局势的人，拢了解了。弄清楚，是啥子？查讲你无正式、堂堂正正，吼、哦？透过公民投票，透过公民投票啊，来推广台湾国安尼尔嘛，是查这个首相尔嘛？哦，我这个重点是啥？就是讲，在这个民主党当中无彻底废除以前啊，台湾这个政局啊，无落。无落头，绝对无落头的。这个压力，和台湾增加压力，这是绝对无落头的。嗯，啊，准讲啦，准讲，我怎啊请教？准讲，民进党啦，将迄落，
独立的迄落独立建国的迄个动工拢提掉，当人也无爱搁讲这个独立建国啊，拢无爱讲啊，安尼有啥物好处？安尼政府也都袂甲咱怕。这我来讲，这罢免无代志。啊，因为安那，因为这个和平协议啊，军事和平协议这个重点是啥？就是讲，都大家拢无去顾查某的，吼。因为这签这约重点就是讲，大家无去顾查某，吼。啊，当这事呢，这叫做和平共存嘛。啊，不过我个有疑问啊，要来请教哦。这个西藏遐伊人杨伊嘛，无讲要改签迄个和平协议了，结果签了无几个月了后，就开始因就爱逃亡潮了。啊，结果较近，你看因遐因的迄落达赖喇嘛遐，因遐阁无法度转去安尼。你说变流亡国家，流亡政府，但是。中华民国伊来台湾，伊毋是流亡政府呢，伊是已经灭亡了后，伊是国民党带来这阵人唔甘愿，无要认清事实的来占着台湾了后，伊在讲伊是政府呢，这无同款的啊。系啊，我就认为讲啦，迄个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签啥，咱台湾人去遐做生意的。几啊十亿、几啊百亿，瞬间都拢叫伊吃去的，叫伊接收去的。你台湾哪敢会签什么嘞？是不是讲哦，伊翻书翻脸像翻书，伊随时无爱甲你承认讲哦，你有来，你拢家己吼，迄落丢兵卸甲了啊！你来甲我签和平啊好，即马签落去，下一个分钟我装兵条，我就是要甲你安怎啊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中华人民共和国常常咧扮演这件代志，因的本质就是安尼。哦，这嘛，这问题我是安尼讲法。咱这是来讨论。冇，唔是，我即马讲我的看法吼。你咧讲这吼，伊讲中国大陆对外签的契约种种，吼，啊，因为这讲意思就是讲，伊大部分拢无收啦。对，伊都唔捌收钱。但是这个话吼，这。无百分之百实在啦，你想看嘛？已经中国大陆已经要立国，已经完超四五十年了嘛。伊甲万国来往，伊唔是讲一国尔，伊万国啊拢来往啊。伊甲万国所签的约，伊今日也无兑现的时阵，伊今日敢有可能讲，你这世界逐渐你敢往落徛去？无啦，迄是讲，因为伊迄拢迄啰人，伊有法度的人，伊唔敢改安怎啦。但是咱台湾就是，咱这条汉子啊，就是遮细条安尼。伊就是你讲哦，我用吓惊啦、封杀啦、侵略啦，种种吼，我呢来得到台湾就好，我那就爱甲你讲迄啰五四三。啊，对对对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啥？因为过去哦，七十年来啊。因为台湾啊，所有的统治者，为蒋介石开始，蒋经国开始，甲现在出门，一代用中华民国，不但一代用中华民国，而且呢，完全拢一面倒，靠美国日本的势力，来包围中国大陆，这是过去就是咧，咱无在条包围伊吧，但是唔是。就是无听，无要顺从迄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尔。即重点是安尼。要包围的意思是讲哦，你是啥？你是做叫做马前卒啦。一粒棋子啦，美国、日本的一粒棋子。我这样讲话意思就安尼了解吼。你所有台湾这过去不管国民党、民进党、总统，完全同齐咧制定这个美国、日本的政策，国家政策嘛。所以这款形势之下，中国大陆哪有可能讲，拢对这个形势啊，无可能好占掉，何你封锁嘛？何你包围嘛？这是国际就是安尼嘛？你包围我就反包围嘛？所以你咧讲这个，才会产生这个原因出来。我即马，因为我即马甲你对话讲这哈，就是人伫迄个。
Facebook 遐，吼、欸哦，看你的节目了后，下骹咧甲回应的啦。今仔日那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底下咧画台画挂，要对咱台湾安怎处置，安怎咧甲咱无所不至，什么什么。手段拢用尽啊！咱都唔免，都爱过去摸这个美国人的大腿，唔免过去爱揪迄个日本人的衫啊、指甲。就是你今仔日你台湾无才调去对人安怎？啊！你中国这么大的国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大的国，安尼二十四小时哦，无停刷落来。继续伊在底下咧干扰这个台湾，所以讲台湾只有为了安全感，伊就去摸美国人大腿肌肉，日本人三指甲，安尼嘛。公安，问题就是出在这。这话是叫一半尔。嘿我因为这简单讲起来，因为早期七十年的时阵，七十年前的时阵，迄阵也是因为基本上是国民党甲共产党两党咧就下嘛，就台嘛，哦。不嫌国民怕输招赢，招来台湾。不嫌国民党招来台湾嘛？嗯。啊，台湾人去国民党叫啥？去夹掉了嘛？对。伊无当两千三百人无主见嘛，无法度主张嘛。对。什么想法拢无可能嘛？变作给国民党夹掉了呀。嗯。哦，啊，当然，中国大陆当然闹，伊闹放国民党耍。所以讲，国民迄落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会来处置中华民国，迄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关系。当初国民党若卖走来咱台湾，走去越南，伊即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甲越南。啊，对，伊为了要追讨他的叛贼，哦，甲打都要卡到台湾人，卡到咱台湾都去给借壳算事。我这爱土的。伊即马今仔日来欺负台湾。甲这块土地，甲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咧吃苦，伊就是要追讨中华民国国民党这一帮派的这一个逆贼，啊！伊伫个只通敌烂，安尼，这是台湾人的不幸。对，这段历史是安尼讲。咱歹命。不幸，唔是讲，是，唔是讲，中国大陆是针对台湾人，咧上杀，唔是哦，这点。台湾人甲中国人拢无冤仇嘛，无冤仇嘛，吼，无牵介着嘛。伊是国共两党伫遐在，叫国民党夹掉了呀。哎，对，好安尼吼，好，咱即马休困一下，然后咱明仔再搁倒转来吼，愈讲愈热场哦，哈。